啊，所以我们想想，须彻透，彻就是这个法门，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只有彻透，你才能够安住如如。 啊，故如同极乐世界十八图菩萨的生活，那就是住真实慧。啊，住真实慧的人，不一定是富有，就给诸位讲真话。 啊，不一定在社会上有显赫的地位，可能是个平民，啊，三餐饭勉强能维持，心地安详，无忧无虑，无有牵挂。 一心念佛，专求净土，这是住真实慧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切得大圆满，得到究竟真实的圆满，这就叫真实智慧。 啊，使我们想起地贤老和尚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影城回忆录》。啊，是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的啊，在极乐寺往生的一个。 出家人，修无法师，在民国初年，啊，这个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很苦啊，啊，也是感觉到人生太苦了，以后出家。 啊，出家因为什么都不会。啊，出家之后啊，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啊，他做一些粗重的生活，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去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别的都不会嘛。 一天到晚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地贤老和尚的学生谭旭法师，谭旭法师的法缘很殊胜，东北人。 啊，在哈尔滨建极乐寺，极乐寺建成了，礼请地贤老和尚传一次戒，啊，极乐寺第一次开戒传戒，啊，戒传戒的，把这个寺庙的名气打出去，啊，道场兴旺了，啊。 传戒需要义工啊，修无法师就来了，啊，在戒坛，戒坛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啊，在戒坛服务，做义工，当家师就建院，定西法师。
以后他们都到香港，就问他，你能做什么？他说他可以照顾病人，就叫他给他这个工作。戒期当中难免，这是肯定有的，总有一些受戒的人什么伤风感冒发烧这些小病，都要有人照顾。这个法师他就干这工作修法师，对，住了十几天，他就找老和尚找唐修法师，找唐家师要告假。唐修法师有修养，到底是个读书人讲经教学有些，不责怪他来去自由，你有事情你要离开不难为你。定西法师没有老和尚这种功夫，就把他教训了一顿你怎么这么没有定力戒期只有两个多月住了十几天，来了法兴就要走责备他。结果修无法师说，他说我告诉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个老人一天呆了，你预知时至？是的。说大概多久了？不出十天。请常住给他准备两百斤劈柴，准备火化。定西法师一听着，这个是从前没遇到过的，这不容易，难得了。也欢喜戒坛戒期当中有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预知时至，这是瑞相跟大家作证呢，这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到第二天，修无法师又找老和尚，跟老和尚讲：“我明天就走，今天赶紧准备。”定西法师就帮他忙，收拾一个房间。他又要请求给他找几个人，帮他助念。送他往生这消息一宣布，就有十几个人自动发心来帮他助念。走的时候非常安详，没有生病好生生的一个活人十几后到了，他就让这助念的这个同学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助念同学说他说过去我们只是听说没看见过预知时至这种自在往生的，这今天我们看到了，至少你也给我们留几首诗，留几首偈子给我们做纪念呢。修法的说，我是个老粗出身，没有念过书也不会经教，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子，不过你们这么说了，我有一句话告诉大家，能说不能行呢，不是真智慧，留这一句话给大家做纪念。你们想想这句话有道理你学经教，你能说自己没做到，不是真实智慧他讲的话跟这经上相应真实智慧才管用大家念佛每个一刻他就走了火化之后
留下舍利，都在极乐寺。啊，谭旭老法师以后在南方，在香港，晚年都住在香港。啊，他往生也在香港走的，常常讲经打佛旗，佛事当中提起这个故事，勉励大家。这些念佛成就了，水到渠成呢、啊？啊，他一生亲眼看见这种往生的人，啊，都是很老实的，很守规矩的。啊，心地很清净，能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都愿意干。成就都是这些人。投机取巧，没有一个成就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到极乐寺去观光，别忘了去拜一拜修无法师的塔。